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低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个电梯只到七层。二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三，我们打算明年结婚。四，你发的电子邮件我看到了。五，越着急越容易出错。六，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。七，那条路平时很少堵车。八，计划进行的不太顺利。九，知识是需要慢慢积累的。十，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讨论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十一到十四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
准备时间结束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第十一题结束，现在开始第十二题。第十二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三题。
第十三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四题。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